兄弟姐妹们，知道啥叫钓鱼了吗？钓鱼有钓得好的，有钓得有耐心钓到鱼的，钓到鱼不是赢家。姜太公钓鱼那是神仙级的，钓鱼能把鱼钓的主动上钩，主动上锅里给炖了，而且得给你分享自己被炖的滋味，这境界高了，这个比姜太公直钩钓鱼还厉害。而且这个鱼不但自己愿意上钩，还把自己的同伙都给钓上来，因为被钓上之前还得喊一群上来，而且还安排好第三群，怕你再接着饿着了，厉害了。大家看着吧，将再次掀起美国司法部艾利波迪、史蒂芬问、尼克朗戴维斯、海根巴森、吴征、孟建柱、孙立军、刘特佐以及迈克沃尔、范迟沃尔，美国律师界、司法界，包括马蕊强奸案，还有董克文代理律师，这些律师费的支付是哪来的？为什么吴征和马云和江家他孙子埃文江来支付律师费？在美国的超限战、蓝金黄，以及在媒体界的潜伏和收买，将大白于天下，爆料革命又要走上一个新的阶段。咱慢慢看，神仙养蛊险打险，咱走走看。